欸，我刚刚有自我介绍吗？我刚刚有自我介绍吗？我有介绍，你们都忘记了。好，我叫做，对，独溪谷，来自大八六九部落。好，下一首歌。我这阵子啊，就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很喜欢听那个就是 YouTube 免费的 beat， 就一直循环，它的旋律都一样，就是噔噔噔噔哒，噔噔噔噔哒，没有歌词的。我很喜欢一直听这样的歌，所以现在写歌好像都会去写循环的，比较容易抓耳吧，对啊，大家也比较朗朗上口。那这首歌，下一首歌是慈修的歌，它其实很简单，它的歌词很简单，然后它的旋律也很简单。有人知道慈修吗？嗯，字典嘛，慈修字典。哎，好，没有啦。好，对，它是我们那个金曲的新人奖，对，应该知道吧？大家都知道吧？对，大家都知道。对对，慈修，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。嗯，然后现在要我唱的什么？刚怎么有点卡住？我唱的是他的歌，叫做《血肉》，有听过吗？《血肉》，他的歌真的，你们可以去听，对，多听，对对。其实这个有一点来讲就要讲话了，这个有一点符合这阵子的心情。我最近很喜欢就是看一些犯罪啊，然后很血腥的东西，就想要去探讨人心最深的那个地方。对，然后刚好听到这首歌，我觉得哦可以，可是他没有写的很暴露。我觉得我自己在唱的时候啦，我都会把它唱歪，那种吃着我啊，然后砍着我之类的，这样，对，好，大家可以听一下。颤动的手，拉着我，拉着我。
颤动的手拉着你，拉着你，我会用不再受伤的手抱着你，抱着你，因为我来自你们的血肉，因为我来自你们的血肉、哦、我会用微微颤动的手拉着你，拉着你，好，谢谢血肉。有没有那种？我听完啦、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内心深处有住一个恶魔。我听完就是有点想说，哇，这首歌可以把它炸碎，然后重新再用很。更血肉的文字再去拼起来，会更有感触。对，但其实他这样，他可能他的创作理念吧，就是比较娓娓道来。嗯，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写作的人值得学习的方向。对，好。